太子他又在笼络一些人。谁？ 这些人都在这上面呢。万岁！万岁，请用顺心八宝羹。好。 啊，这碗羹汤，朕赐给爱妃喝吧。这你不愿意喝？万岁，这是臣妾特意为您做的，臣妾怎么能喝呢？啊，朕真是有福气呀、啊，国将，臣在，就。 将这碗羹汤赐给太爷池中的鱼儿喝吧，朕要让他们也分享一下朕的这份福气。万岁，也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啊。 万岁，万岁，您看，太可惜了！万岁，万岁，这不关我的事！万岁，万岁，不关我的事啊！ 万岁说，娘娘喜欢跳舞，而且跳得特别好，所以就让臣准备了这个。娘娘，待会儿我就让人在这火上架块板子，怎么样？请娘娘。 舞上一曲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怎么样？娘娘被万岁抓起来了，真他妈笨！ 接旨，文长，老东西是要用剑，还是要用毒酒啊？还是太子聪明。来呀、啊。
把酒给我端上来。 万岁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，我这边要等着回复呢。我不杀他，他早晚也要杀我呀！<笑> 殿下，这个时候你还念着他，你们苟且在一起，万岁能容得了他吗？是啊，他容不下他，我先杀了你！殿下。 殿下，把他喝了吧，我还得赶快回去向万岁禀报呢。不，我不想死！来帮帮他！我不想死！他杀了我，他会后悔的！死了，死了。他没说什么吗？他说他不想死。他如果来求朕，朕可以免他不死。 其他的人呢？臣自作主张，将他们一一处死了。这事儿没人会知道。好，爱卿想的真是周到啊。
来，朕赐你一杯酒。万岁！臣对皇上一片忠心，苍天可鉴。这个朕知道，不过你得喝下去啊！万岁，臣有一样东西想献给皇上，请万岁免去这杯酒。什么东西啊？爱卿啊，你很聪明，自断舌头，忠心可嘉。可是你还有一双能写字的手啊，朕不放心。来人呐！在。你来帮一帮国家，就成全他吧。万岁，昆阳战报。哦，念。是。大司徒王顺启奏万岁，刘贼据吉阳、新野两路，并有赤眉相助，围攻昆阳大营。臣等拼死应战，无奈贼众我寡，昆阳之围被解，臣退守小长安。
贼众我寡，你们都在骗朕。奴才不敢呐。你们都在骗朕，去找王顺回朝，朕要亲口问问他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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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，该你的了，该我了，看好，看着啊，踢吧，1、2、3。你输了，输了。啊，该输了，踢吧。哎，好。妾不敢亲皇上。哎呀，朕赦你无罪，你亲，来。真的？啊，真的。哎，好。媳妇坐好了啊。哎，坐住了啊。怎么样，舒服吧？啊，舒服。驾驾驾！啊，哒哒哒，驾驾驾！哎呀，快点儿！你以为当皇上舒服吗？啊！万岁！啊！哎呦！哎呀，你不能轻点儿啊你！哎，爱卿啊，我骑了他3圈，他才骑我半圈。万岁！哎，李爱卿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昆阳守住了。啊？他们不过10000人，居然把40多万人给打败了。啊，是。万岁，刘秀居然只带了12人突围出城，搬来了赤眉军，再加上刘演和邓晨，他们是3路合击。哎，别说了，算他们走运。啊，万岁，刘演上奏，请万岁对有功将士封赏。没杀他就是便宜了他，他还要封赏？皇后说的对，哎，还是皇后说的对，臣也是这个意思。万岁已经给他的官够大了，这要是再给他，恐怕大伙不服啊。是啊。哎，谁不服啊？莫不是李爱卿你不服吧？不，我。哎，你们呐都是目光短浅，这官儿当然要封。啊？不过刘演不封，他手底下的人封，这叫皇恩浩荡。是，万岁。嗯，如果他们连赤眉军都收了，那刘演的势力不是更大了吗？嗯。是啊，朕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想想，刘演当初是怎么得罪张某和程丹的？嗯，好主意，万岁，还是您的主意好，高明，高明啊！哎，还提不提了？奉天承运。皇帝诏曰：“圣上旨意下，大司徒刘演、太常偏将军刘秀，以少胜多，破莽军于昆阳，战功可贺，为重兴祖宗之威，朕更始之事，朕命刘演、刘秀将昆阳交李毅驻守。”率部继续追击莽军，钦此。刘大司徒，请起，请起。哦，这是万岁的封官职，人各有份儿。
人各有份儿。哈哈，恭喜各位将军了，恭喜。哎，李将军，啊，这上面怎么没有樊崇将军的名字啊？这樊崇，他是什么人呢？这次解昆阳之围，破蒙军大营，樊将军和他的赤眉军立下战功，我们专门为樊崇将军请功上奏万岁。哦，就是那个红梅腰的头是吧？万岁说了，这些人并非良民，命你们迅速把他们驱散，若再有聚集，示威反叛。什么？刘大将军，万岁的旨意你们都听清楚了啊？从今天起，昆阳防务就由我来管辖啊，你们必须在今晚之前撤出昆阳啊，不得有误啊，辛苦大家了啊，辛苦了，辛苦各位将军了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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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，樊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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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你留步。干什么？樊将军，你误会了。误会？哼，要不是误会，赤眉军早就被你们拆散了。刘秀，当初只有王莽叫俺们赤眉腰，没想到你们也这么叫俺们。樊将军，这都是刘玄他们搞的鬼。刘玄是谁？是你的堂兄，你的皇上。樊将军，请你相信我。让开。樊将军，请你留下来。让开，我们走。樊将军，走。走。这樊将军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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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罪臣王顺叩见皇上，求万岁开恩。你回来了？是，臣有罪。起来吧。谢万岁。他们都打到哪儿了？洛阳、武关、颍川，定陵、郾城均已被刘贼攻占。哦，王勋战死，焉有降贼？刘玄已从宛城移都洛阳。如今，刘演的军队已经逼近长安。那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这，说吧。啊，周礼上说，国有大难，应先嚎啕大哭，然后笑。臣哭，哭能退敌？这是周礼上说的，哭能够感动上天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哭。朕要率领文武百官到南郊哭泣告天，告诉百姓，哭得厉害的，我们有赏啊！是。
皇天哪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我皇天哪，陛下，陛下保重龙体为重啊。皇天不灭众贼，朕永不还朝。万岁，报应非是一天半天就能看到的，您还是回朝理事要紧，在百姓中找能哭会哭的人，让他们替万岁去哭就是了。来，请吧。请。气告天，又忙于朝政，现在特招带哭之人管饭，管饭呢，哭得痛泪，拜为郎官。众百姓听着，皇上要好气告天。哎，有这好事儿，邓冲没饭吃呢。哭谁不会呀？特招带哭，不会哭怎么办呢？哎，这干嚎也成啊。哭得痛泪。万岁，刘演带人已经打到华阴了。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万岁，咱们是不是也该动身前往长安了？好，传朕的旨，朕要御驾亲征，告诉庄爱卿。跟朕一起攻打长安去。遵旨。三弟啊，咱们终于打过来了。等咱们打下长安，杀了莽贼，就二哥和二姐在天有灵，也可以安心了。是啊，王赦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刘玄已经离开宛城，向长安这边来了。看来啊，他是想吃现成的。哼，他休想！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咱们打下一个城，他就占一个城；宛城嫌小，他就跑到洛阳。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文叔，看来打下长安才是关键。大哥。咱们对刘玄恐怕还要忍让些，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是君，咱们是臣呢。谁承认他那个更始朝了？如今不是宛城那会儿，现在汉军兵强马壮，刘玄手下的兵哪个会打仗？那也未必。咱们真要是灭了莽贼，恢复汉制，更多的是治国安邦。这仗朕要是再打下去，田谁种？咱们一路打来，多少良田荒芜，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呀！那，你真愿意让刘玄那样的人当皇帝？可咱们又能怎么办呢？刘玄也算是高祖之后，又是景帝之孙，咱们没有理由不让他当啊！啊，大哥。咱们还是先看看怎么攻打长安吧。
好好，来走。万岁，刘贼已经开始攻城，臣等恳请万岁移驾出城。难道你们连长安城都守不住了吗？不是守不住啊，是无人可守啊。万岁，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朕不走，这江山是朕的，是朕花了一生的心血才得到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万岁，朕封给你们官，封给你们地，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替朕把守江山的吗？我问你们，朕所颁布的新政有哪一点不对？有哪一点不好？可是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去执行？说呀，说呀，你们为什么不敢看朕？都抬起头来！报！启奏万岁，东门被刘贼攻破，刘贼已冲入长安城中。报！启奏万岁，城中有人造反，打开天牢，牢中囚徒已经向城内冲来。我看你们谁敢跑！去抗敌！好，朕亲自去。来人呐，把他们都看住，等朕回来。万岁，老臣愿意出宫杀敌。万岁，贼寇已破城而入。
万岁，快快走吧。朕不走了。杀！你们都是什么人？你不认识我吗？我就是你要杀的刘演。莽贼，你也有今天。朕是皇帝，你们才是贼。你们现在是犯上作乱，快放下你们的刀剑，朕可以饶你们不死。你弑主篡汉，祸国殃民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人人得而诛之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杀！万岁，这就是金殿呐！金殿啊！万岁，王莽的人头已经被砍下来了，万岁是不是要去看看呢？不干不干不干，把他人头挂城门上，让天下人去干。啊，万岁，我已经命人把后宫封起来了。王莽在后宫藏了佳丽无数，万岁是不是要去看一看呢？王莽已死，新朝已灭，四海之内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从今日起朕就是一国之君了。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哥哥，小妹来看你了。英雄，刘秀来看你。胤兄，如今莽贼已死，你的大仇已报，你嘱咐文叔的事，文叔不会忘记。文叔，哥哥说了什么？胤兄在送我出长安城的时候，要我照顾。文叔，你愿意吗？在英雄灵前，我发誓，我刘秀这一辈子
要照顾殷丽花。邓叔叔，你干爹在吗？在。文叔，贾先生让你快去一趟。怎么了？李毅把汉军圈定的营地占了，大哥差点跟他们动了手。啊？咱们赶快去。哼，欺人太甚！博胜，你犯不上跟他们生这么大的气。大哥，你要小心李毅在刘玄面前说你的坏话，他们这是在故意找茬儿。让他们找，我正等着他们呢。文叔，你来了。大哥，姐夫说的对，他们是在故意找茬儿，咱们还是要小心为好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啊？难道是怕了他们？大哥，不是怕他们。大局初定，百废待兴。若是咱们和他们争斗起来，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啊。圣旨到。万岁有旨。